动了。把人的呢？不错。干，你是要开车无啦？我干要拍袂晓使哦。对啊。阿小啊，习惯是你有习惯的。你再给我这样子，明年就回去跟你爸学开车。你得要亏的，造。打什么东西啊？想不想赢啊？还想打球吗？不然我想打。你干！这个老蛋子真的假的？当拳王那么简单啊！啊！